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看这些女生 PO 的照片，你知道她们想表达什么吗？哇塞，她想在这张照片告诉这个应该是上菜咯。哎呦，哇塞，这个是要跟大家讲什么呢？这应该是在讲说怎么办，小条毛巾就全部遮住了。我就喜欢这个，其实你就是这个网站的经营者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康哥怎么了？你们一定会生气。这样子，你们觉得这样子，其实他表达里面的上完了没？我快不行了。我超爱近视眼镜，好变态！你要冯玉刚哦。哎呀！他表达中华队加油，中华队加油啊！哈笑远加油，对不对？还是冯玉刚加油。欢迎收看《国风帮帮中》，欢迎还有春晚，好，这个。今天我们讲这个事情呢，是这个大家生活上面都会遇到的，就是 PO 这些文章跟照片，你有事吗？ God damn， 你有事。好，我们网络这个世界这么样无远佛界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正面的照片会引起你们的兴趣？引起兴趣哦。其实因为我算是那个，我的兴趣跟大家比较不一样，我的比较没有那么通俗，喜欢兽性。现在没，现在大家是一些泛泛之辈呢，比较喜欢一些露胸部，露越多越好啊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其实不是的，肤浅。我跟你讲，对，肤浅，肤浅。我喜欢的是像这样，我喜欢的绝对是有内涵的，没穿的，非常有内涵的，这个不肤浅，这个根本 A B 截图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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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我是喜欢看。去绝对领域，而且注意哦，知道吗？这张他自己拍的，我很辛苦，他是这样拍的。不是不是，你误会了。你说这个是我，其实这是小哈，自己这边自拍，对对对对对，其实对是我。这样子是让你怎么样的兴奋？没有，我真的很喜欢看女生露出绝对领域。当然这一张是有点过分，这一张我叫他找日本那种。AKB 四十八的照片，他给我找应该是 AV 女优的照片。那博彦呢？我喜欢是比较有意境一点，意境。像女生就是喜欢建筑物，对，跟建筑物。哦。对啊，跟建筑。我看得出来你那个金框眼镜下的那个邪恶败类的那个形象。你少在那边给我那个是眼镜公司啊！你那个人眼镜做什么？哎，这是一个感觉，感觉很会拍照，然后。好像有什么话会说在这图里面，人跟景色。那请问一下，这张图你看他说了什么了？他说了就是可能就是，哎，我要进去喽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是他说还是你说？对，是谁跟谁说？可能他说也有我说，哦，你要进去了，是是是，他要进去了，我要进去了，这样。是是是，那马太，马太，哇，马太一定很，我觉得马太是最正直，应该是。没有，因为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弟仔们就是只喜欢看奶啦，现在有一些人就是像我这种欧美挂会看屁股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看屁股也看太腻，因为大家每个女生都会说我要练屁股啊。那看什么？看老二，看人妖。我觉得哦，现在我觉得这张照片最吸引我是突然他就打了一个早安，然后那是我前几年去垦丁我看到，我觉得这种就是不错啊，你看身材蛮好。不是他这样早安哦，这很好，一大。他用肢体动作跟大家说早安，一大早就跟你讲一个胜利，有吗 ？V， 对 ，OK 的啦。我是不是不错？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？哎，不是啊，我是我朋友传给我的。哎，确定是我朋友传给我，我自己平常不会讲东西。你每一次说谎都会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看得出来。你又流汗了。这个照片是拍得不错，可是女的脚好大。脚好大，对不对？照片好像哈笑远的脚。对啊，其实这个也是我，跟刚刚那张绝对领域一样，这三张，其实这三张都是我，超变态。你们在脸书上面看到这些正妹，你们会给他们私讯吗？
我通常都是不会去私讯人家，都是私讯你，因为我当我看到他假如有妹，对不对？他po了照片，很朋，因为有现在 Facebook 是朋友暗赞的什么东西，我都会知道，就会出现。然后我说，哎呦，这个女生真的不错，好来留个言哈。可是发现底下就一堆男的，啪啦留一些，哇，你好漂亮什么，可不可以加我好友什么？我会觉得说，那我留言了，是不是看得见吗？我对我看被淹没，看不看得见是一个问题，就我会被他们归类为同一种人，格局就小了。对，因为我是一个正直的。夜店工作者，对，我也是一个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人家就会觉得我很比较，你就直接毛管，对，没有，没有，对，两万够吗？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是我了，我会看他有没有共同朋友，或者是他有没有偷偷按我粉丝专页赞，这样子才比较好下，再看看，是是是，蛮爱真的很正式哈，我觉得你照片很可爱，我感觉你很瘦啦，好咯，那么等我夜店有休假再约你啦，是不是正式的夜店工作者？我不会约人家的夜店，马太你脸红了，他最下流，要是有蟑螂你要保护我了，不是他问我，他问我说你上国光是真的很怕虫吗？我说真的啊，对啊，那我说那就是。他说他觉得蟑螂，我就说蟑螂很可怕、啊。好了，等我夜店有休假再约你喽。我操！我没有约他来夜店，我们约一起去运动。每个那个观众朋友心中都有一把尺。对。好，我们今天女主角嘛，哈，六位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觉得通常 po 什么样的动态跟照片？啊、等一下，那个是男的呀、啊？真的吗？没有。真的是男的。网络上。出名就是大家都觉得我是男的、啊、哦，难怪脚好大哦，但脚哪有很大、啊？但他真的是女的哦，他是女的，其实他是小平头、啊，其实不会，他那个是假发，哦，跟脚光头也行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偷偷什么样的照片哈、哦，或者是动态会得到的赞和回应会比较多？偷一些可能秀腿的照片，赞会比较多。哦，你可不可以站起来我们看一下？好。哇，他妈的啊！他我可以啊，他你可以，他不可以。腿。32什么？D 或 C 吧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。哎呀，真的。再重新量一次。你这样乱讲。因为你这样乱讲，我们就要身体检查。但是应该是 B 吧？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有。台面上没有男朋友，台面下就不知道了。我们都是调查局出身的，你这样骗得过我们吗？膝盖还有旧伤，竟然是敢说没有男朋友？不是啊，他是新旧交叠，我从来没好过。蜿蜒，蜿蜒，蜿蜒小径，蜿蜒小径啊，蜿蜒小径，小径在哪里？请问您三围是？32、23、32。32 what？ 一。哇塞！我不想这就谎报了吧？他的编排是1234这样，对不对？这边那个打的那么厉害啊，这个。哎，真的真的，真的，对不起对不起。那，请问一下什么血型？B 型。什么星座？狮子座。哎呦，狮子座。你觉得 po 什么样的照片会得到回应比较大？嗯，我觉得是 po 比较小清晰耶，因为我以前是 po 比较裸露一点的，是小清新，小清晰，小清新啊，对，一样的意思啊，没关系，清晰，因为我刚刚讲小清晰，小清晰是很可爱，小清晰是很清楚的 ，H D 的清晰，H D 高画质啊，小 H D 高 ，O H D 是哪一个？小清新。OK 好，小清新啊 ，OK 好，对啊，小清晰我们就 HD 我们生气了，哦，那这个就是你越清纯，人家觉得你就是回音越大，童颜巨乳那种感觉，这个严重的啦，听到这四个字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暗战了，对 ，OK 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，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外表就是给人有距离感。哦，请问一下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还好啊，我觉得很想抱你，你也怎么会有距离感？对啊，没有距离啊，哇塞，还是要坐我们腿上就可以了。不行啊！请问一下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比较喜欢白白净净的男生。白白净净谁？再稍微有点胖可以吗？我喜欢有点肉的。有肉啊，就是肚子会有安全感。那有刺青没刺青很重要了。我觉得还是看感觉了。那他们三个你喜欢谁？
好选啊。喜欢。我的清你比较喜欢私底下我可以脸跟身体就是换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谁的脸啊？谁的脸？脸跟身体换一下。因为我喜欢金丝眼镜，我超爱金丝眼镜的。哦，变态。色情的。你要冯玉刚哦。优以你好，优以请起立。优以，请问您三围是32、1、25、35？是什么血型 ？B 型。拍什么样的照片PO出去会比较得到？我觉得就是露的刚刚好，再搭配一些文字，然后你可以问一些网友问题，他们会回答得很开心。哦，是哦，肉的刚刚好，怎么样肉呢？露的刚刚好，露哦，对，露的刚刚好。觉得你今天这样是露的刚刚好吗？今天是露的比较多啦，为了比较多，比较多。对，我觉得蛮刚好的今天。真的吗？我还嫌太少啊。我觉得很刚好。后面这一位是，哎呦，你好，请起立 ，Hebe。Hebe， 您什么星座的？狮子座。什么血型的 ？O 型。哎呦，跟我一样哈。你好，你好，一模一样吗？狮子 O 型，哎，很奇怪嘛，其实很多人都这样。对，跟我一样是跟我一样啊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觉得 PO 什么样的照片会比较吸引？清新可爱。你一定要清新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。为什么不交男朋友呢？因为还没遇到喜欢的。你喜欢什么样子？我喜欢高的，然后要幽默。重不是不是，你是怎样已经被选到了？对，我只是头有点头发露一下。OK， 来站起来一下嘛，这样可以吗？等下，去他隔壁，快去。有高，你为什么站起来是这样？因为我前面有一段有一阵子，你站不起来，你看。我坐有一段有一阵子，不好，站直一点，弯的嘞，这样会不会太高？我蛮喜欢高的，真的蛮高的。你蛮喜欢他的。蛮喜欢高的，不是蛮喜欢他的哦。其实，还原拍照现场，马太积极想帮忙。这私下真的很恐怖了，上床，人家不想离开你嘛。哇塞，你穿这样睡觉？没有，我睡觉是不穿，就是已经穿好要出门了。你可以摆出同样的姿势给我们看吗？1、2、3。麻烦你给我多仔细点。好，我忙。